弟弟，你的火车好会走，哇，倒了！你的铁轨没有装好，你看火车倒了，再重新再组一次吧，重新设计一下你的铁轨。加油，你火车又翻轨了，帮它弄好。翻轨器。对，你这个铁道很立体哦，很棒，但是你还要再设计一下，让它更好走。好，再放上去，看看会不会好好走。OK， 没有问题，很棒很棒，继续往前进了。好，经过列车室了，弟弟。哎，那你中间那个圈圈，它会走进去吗？不会。不会，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圈圈？因为它要走很多路啊，这样它才会累啊。好，这次看看会不会倒哦，再来一次。哇，这是卡铁轨啦，卡铁轨，弟弟，啊，卡铁轨啦，不会动啦，哦，成功了，好，很棒哦，这次他就走得很顺哦，好，这次你要把这个铁轨给他放高高，让他可以走经过，好，又走一圈了，弟弟，你好厉害哦，真的好厉害哦，你长大了都会自己拼了，爸爸不知道你那么厉害，可以自己。我以为你还是小 baby 时候不会拼到爸爸拼啊，没想到爸爸去忙一下子你就拼了那么棒的铁轨出来了，很厉害，长大了长大了，火车一圈又一圈的走。